吃儿子，各种扯。我曾经和我哥，我哥怎么了？的男朋友，全是吹牛，只有老年人在吹牛呢。我曾经为了个姑娘，高考少做了一道十三分的大题。十三分，谁敢？这有一人说自己为了一姑娘高考少做了十三分的大题，谁敢？嗨，大叔，你那十三分要是真的还挺牛的。谢谢。我叫七七，你叫什么呀？陈。你要对我负责，我可是处女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放心吧，我可从来不睡大叔。我也从来不睡处女。你做什么的呀？会计。算账的？你才算账的，我是 senior analyst。 这本书你看过吗？没有。忙着谈恋爱去了吧，跟你那个十三分女孩。啊？谁啊？你昨晚自己说的那个，他是你初恋吗？哎，你拍什么啊？别拍了。他跟你睡过吗？没有。你没下手？我不信。不信算了，随便你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多少年了？都十五年了，原来我们的故事已经这么长了。在所有的记忆支离破碎之前，我还能够记得起什么呢？是学校里郁郁葱葱的树荫，是阳光下散发的青草芬芳，是体育课上的哨声和嬉笑，是雨后石台边的水洼，是那副崭新的桌椅还未磨损的边角，是新学习课本的油墨香，是同学少年们奔跑的身影。我记不起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是怎样出现的，只清楚地记得在操场上她的脸。那天她刚转学过来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还记得吗？方回。他叫方回。一与兮，危乎高哉！一与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蜀道难，难。这个缺心眼儿孩子是赵烨，我最拿不出手，却也是关系最铁的哥们儿。这个文艺青年是乔然，温文尔雅，不慌不忙，他就是个大尾巴狼。这是林佳墨，从开学第一天起，他就成了赵烨心目中的女神，但其实他是个女神经病。他是方回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和他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，
多到足以影响我们的人生。你们两个谁跟他说过话？特别倔，你知道吗？那时的我只是单纯的对他好奇，想知道这个沉默的女孩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想让她跟我说句话，哪怕看我一眼。看样子非要我亲自出马才行。下有冲波逆者。我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谁拿了？来，吃饭。哎，你们仔细看着，他很快就要过来，主动跟我说话。历史作业没有写名字。谁历史作业没有写名字？我的。你帮我写吧。你也有今天啊，班长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们都有点出息行不行啊？安回，跟我们一块吃吧。来吧，我帮你拿。起来。走走走走走。小莫，我拿牛奶。换你的土豆。我要那么多奶干嘛？吃啥补啥嘛。你流氓你！哎，你要想吃土豆，我给你换。我拿鸡腿。滚！吃那么多鸡干嘛？晚报是要全年级评比的，代表了咱们班的形象，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倒数第一了。陈寻，你是班长，你说怎么办吧。我建议推荐一个新的宣传委员。你推荐谁？方回。啊！你终于肯搭理我了。这板报我出不了。篮板没进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打了，我忘记。我作业本落在教室，你去拿。我们回来啊！哎，等你啊！你先打吧，别等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一直记得他望向我的那一瞬间，我喜欢上了他。后来方回告诉我，那时候他每天放学总是特意骑车绕过操场，他说这样就能看到我。他也知道我故意反穿校服，就是为了让他一眼看见。
那时候的校园到处都藏着我们心照不宣的快乐。天真好，花都开了。这是丁香，我最喜欢的花。丁香是吗？哎，你见过五片花瓣的丁香吗？一般不都是四瓣吗？对啊，也有五瓣的，据说是基因突变导致的。我好像没有看过。仔细找能找到的，据说找到的人会得到幸福。值日生要把黑板擦干净。哎，车我来吧，来吧，快，保健室，两个生理手回来一个，回来一个，要不然让我绕上我边，你就让我来，没事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没吃早饭吧？嗯，没事儿，就是血糖有点低。你们俩谁先买点吃的呀？啊，我去，谁去？我去，你先好好躺着，我去给你开点补液啊。今天早上的事你别在意。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哭了一早上。我没有。没有？这样好了，明天早上我在黑板上写上陈寻喜欢方茴，陪你一块。你别写。为什么不能写？我就是要写，我就是喜欢你。说真的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还是不是？哎，同学，你是叫方茴吗？高一一班的，我登记一下。还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是，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问你话呢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想给你买点补血的，小卖部也没有，等着急了吧？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
就随便买了点，给你，梅子。谢谢。还有面包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气氛那么沉重。唐奎，来把作业发一下。千年虫一点都不可怕，世界末日才可怕。有什么可怕的？干什么呢？没长眼呢！不会滚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方回，这妞现在是你女朋友啊？啊，这么贱你也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把嘴巴放干净点！我抽你呢！为什么？快点揍他！打我！打我！咱俩真的好上了。去，我们风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风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方回告诉我，那个小混混是李贺的哥们，而李贺是个社会青年。在以前那个学校，每天李贺都会在他放学回家的路上等着，用各种不上道的方式追求她，到处声称方茴是他的女人。那段时间，
方回过得胆战心惊，孤立无援。有一天，方回在校门口被人劫了，李贺二话不说冲了上去，混乱之中他倒下了，就再没起来。从那天起，李贺的哥们就强迫他带着小白花，一直到他转学，一直到他遇见我。他让我心疼，让我变得柔软，让我想跟他许下所有诺言，让我想就那么静静地陪他走着，走到世界尽头。方回，对不起了。我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以前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。对不起这三个字，你一辈子都不要说。说的就好像你欠我什么似的。方回。啊。没事。方回。啊。没事。方回。什么？没事。方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爱叫一叫你，我特爱听你答应我的声音。不好意思啊，方回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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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方回。陈寻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，见到你太他妈爽了。我就是不请那些认都不认识的远房亲戚，也不请那些生意上的这个总那个总。赵总，这花儿。玫瑰，跟你说。好嘞。我要请的就是我们以前自己的哥们儿姐们儿，我就是为了在我们老之前再他妈爽一次。哎，您请方回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，反正请柬我是寄出去了，收没收着我就不知道了。来，给我试试这个。卡哇伊内，阿里嘎多。哇，拍着没？拍着没？哎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你到底是干嘛的？人家可是法国回来的艺术家，我花大价钱请来的。我是赵总婚礼 visa 的摄影师。我见过很多婚礼 VCR， 全都是傻了吧唧、啰里吧嗦、酸不溜丢。你可千万别给我拍成那样。赵总，那请问要把你拍成什么样子？青春啊，得把我们的青春拍出来，得是那种特爽、特生猛、特牛轰轰的那种。我说你拍什么呢？老子结婚，你老拍他干嘛？拍他，拍他，拍我干嘛？等一下，他的采访还没做完呢。聊什么呢？聊那么久？初恋。大多数人回忆初恋的时候都是这副表情，幸福、浪漫，闻着屁都是香的。哇，家伙！初恋就是一个笑话，
当我喜欢上我生命中第一个女孩的时候，人家刚好也喜欢别人。哎，咱俩玩一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咱们俩背对背，然后在沙滩上写自己喜欢人的名字，然后互相看，好吗？好啊。我写完了，你看吧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不是我说啊，林家墨这仨字儿比划也太多了。我曾经听人说过，喜欢上一个人只需要不到一秒钟的爽劲儿。我本来也有这种爽到别人的机会，但不知道怎么着，事情就变成了这样。我去！从那天起，我明白了，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姿势。看他打篮球姿势多帅啊！谁啊？当然是我们家苏凯了，他可是校队队长。谢谢啊，方回。你有编号开头是 SK 的钱吗？ SK 什么意思啊？苏苏可爱凯苏凯呀、啊！我要优酸乳。啊，三四五六。这位同学。啊。这个是我们班高一同学让我转交给你的。酷儿四四六。留言就是喜欢你，嗯，就是喜欢你。苏凯加油！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特像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当年的我俩就是俩备胎。哎，那年夏天乔然是不是还写了篇作文呢？这个人到时候要重点采访啊。早在2000年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郭敬明、韩寒，我们只知道新概念作文得奖者就是乔然。一朵丁香花，高二一班，乔然。每年到了春天，到了丁香盛开的季节，我都会想起她，一个如同丁香般的女孩。谁啊？我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对她格外在意了。如果时光可以像电影镜头似的分开成一张张的画面，那么现在在我脑子里闪现过的关于她的第一张画面，就是在一株丁香树的旁边。那是个明媚的春日，他走过丁香花旁的时候，忽然刮起一阵微风，轻盈的白色丝瓣花飘落了下来，落在他的头发上、肩膀上，就像是特意为他下了一场花雨。在花丛里，他仰着头，轻轻地对我笑，那个笑容温暖而明亮。一想到丁香，便开遍了我的整个世界。有人告诉我，五片花瓣的丁香能够给人幸福，
于是我找了很多朵五瓣丁香，多的我都觉得这个传说不可信了，却始终不敢送给他一朵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丁香散发着迷人香气的日子里，我从树丛中摘了一朵五瓣丁香送给他。如果这一朵丁香花里面，我宁愿把我的幸福也送给他。我喜欢丁香，白色的、紫色的都喜欢。我喜欢它，是我的，不是我的都喜欢。这个春天，我记得，他会忘记吗？这次我结婚，乔然也要回来。哎，我婚礼上你得给我唱你写那歌啊，那叫什么歌来着？匆匆那年。那首歌叫《匆匆那年》，是我写给方回的歌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直到现在，方回都没听过这首属于他的歌。那时的我们，总以为人生只有相逢，却没想到，原来还有错过，还有遗憾，还有来不及。我不能怪罪皇阿玛最宠爱的儿子，想太对不起皇阿玛，你一定要回去啊！我做了一首歌给你，叫《匆匆那年》。来了，不要笑。哦。方回，你在跟谁打电话呢？你们放心。我们的事家长知道了，学校也知道了。他们说你了吗？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了陌生人，下课他再也不会来找我说话，中午也不和我们一起吃午饭，放学也不再等我一起回家，而我也就只能固执地反穿校服，就是想告诉他我就在这里。这个还给你们班高一同学，转告他，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，平时不要总想着这些事情，应该要多读书、多看报、少吃零食、多睡觉，珍惜时间，好好学习，知不知道？好。他妈装什么孙子？多读书、多看报，给他帮大了。可是我巨不甘心，这你这根本不搭理你啊！当不了女朋友，当朋友也行啊！我还要看他打球，给他送水，回家呼他，放学等他，攒 SK 的钱，帮他干好多好多的事儿，等他毕业。我就可以站在他面前漂漂亮亮地跟他说，我其实特喜欢他。
奖杯。拿得起来，你一定拿得起来。我连奖杯我都拿不起。咋的？我就是想拿千禧杯冠军，可是我拿冠军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懂不懂啊？我懂啊，懂啊。你什么都不懂。别闹了，痛啊！这样，您打不了球赛，我帮你打；你举不起的奖杯，我替你举。我发誓，冠军一定是你的，一起为少爷加油！来。别着急啊，我名字比划多。方回呢？好看吗？方回来了吗？方回刚才被他爸接走了。你好好打球，别分心啊，知道吗？不要受伤啊！二打一，我说帮一下，帮一下啊！你俩离远点。哎，教练，下半场怎么打？你们是最强的。盖不住，真心盖不住。刘谦，就你们这样还冠军呢？你以为当年我们牛着呢？这个人投了一压哨三分球，开玩笑呢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当时底下那帮初中小姑娘一拥而上，恨不得当时就给他生孩子。我生孩子去了，不是，我结婚去了。你们聊。全校那么多人为你欢呼，你却只拥抱他一个。还挺浪漫的。谁？方回啊，他肯定是第一个冲上来的。阿明已经崇拜我，他根本没来，他被他爸接回家去了。后来没听他说过。哎，问你，这重要吗？不重要了是吗？如果他来了，我说如果啊，他就能看到我曾经最牛的一刻，在全校女同学冲过来想为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只抱他一个。得了。你觉得重要的只是你自己最牛的时刻，能不能让他看到？哼，我在你心中就这么不堪吗？大叔，你想过吗？万一他赶回来看你了呢？
那场篮球赛之后，我们升入了高三，面临高考。那段时间，我和方茴都卯着劲儿学习，互相不理彼此。很多的人生将从这里各奔东西，未来有一千种，而我不知道我和方茴的会是哪一种。一二三，向你保证，我一定要和你考进同一所大学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我发誓。考怎么样？我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。啊？十三分没了。我跟你上不了同一所大学了。没事。接下来几科好好考。我们一定会上同一所大学。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不要命了？乔然，我搞砸了，从今以后就晚了。你跟我说过一定会幸福的，我
觉得我不可能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不许你不幸福，你必须幸福。方茴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如果当年黑板上并排写着咱俩的名字，不是你跟陈寻，你会喜欢我吗？那我能抱你一下吗？世界最难走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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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傻丫头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？会。会结婚吗？会啊。会有小孩吗？会。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吗？已经买起来做饭、洗碗、铺床单、晾衣服吗？会。当好了，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手牵手吗？会。
那时的我们不懂永远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永远不是以前，也不是以后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就是我们的永远。哎，还有你那些剪辑的那放了那个文件夹里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哎，七凯，你放哪儿了？等一会儿啊，你放错地儿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那放是林佳墨。佳墨，见到你真爽。起开，我这给你订礼物。你说一转眼你也成时尚大编辑了啊？我还做服装呢，咱们俩也算同行嘛。改天可以合作一把吧。林佳墨，咱们聊到哪儿了？2001年，你们该上大学了。是他们该上大学了，没我事儿。语文79，数学38，英语52。同学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什么大学，什么高考，通通玩去！老子倒腾服装，早在2001年。没有什么小米凡客，没有什么动感的。我早于他们这么多年就意识到了大学生这一块广阔的市场。牛吧！林佳，哎，林佳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考上这个大学了。你知道吗？高考的时候我就填了一个志愿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想上那一所大学。下次见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咱俩时间还早吧？我们聊会儿天吧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其实我一直都想给你。什么呀？你还记得吗？不是，佳墨，我其实啊，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妹妹，啊，那个下次我们一块儿吃饭。我明白了，我所有的努力。哎，副行长，恭喜刚升啊！我刚刚升副行长，副处级。哎，那也很不错，恭喜恭喜。哎呦，那个上头还有行长在看着，下面的群众在监督，也不是很好做。苏凯，哟，林佳墨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听说你现在挺好的。哎，你平常懂不懂理财啊？我推荐你一款基金，特别好，不是自己人我都不会告诉你。那个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来，这是我名片，给我打电话。我给你攒的 SK 的钱。那天我才知道，其实他从开学起就一直在学校等我。我哭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感情还是感动，反正我就是哭了。再来啊！高中过去了，到了大学，我们俩仍是两备胎，但这一次我们被安在了一辆车上，一起在路上跑着，跑得很高兴。我去，你们班还有这种货色呢？陈寻、乔然，高考前一个月，我就收到了爱丁堡大学的 offer。考试当天，我的签证也下来了，所以那天我根本就没有去考试。我决定了，有些东西确实就应该留在这儿。去英国的航程很长，差不多十几个小时。在飞机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到了一个拥抱。这不那谁吗？谁啊？那个时候大家都好年轻啊。那谁啊？啊？
你谁？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他。叫什么来着？你看看你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！哎呦，你操了！你老了，别猥琐，别庸俗了。别闹了！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哟，林佳木，上中学的时候脸怎么那么得个儿？现在怎么这样啊？感情哪了？媳妇儿。你能让我摸摸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不是我刚才就猜出来。我们就招呼一下客人。哎，你在哪儿打的针？我招呼一下。打针的事。您好，苏宁易购，您的快递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属于你的秘密。哟，这年头谁还缺奶啊？谁送的？我呀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补的差不多了，你也找到能照顾你的人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他没变。你说什么？你见过他是吗？你还会经常想起他吗？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有想到过要找他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找不到他了吗？你们不是说好上同一所大学吗？我们是上了同一所大学。那你当初的誓言不是实现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誓言都能够实现，只要长大了我们就能够永远在一起了。可是大学太大了，大到我们总要去学不一样的功课，走不一样的路，遇见不一样的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和大多数的爱情一样，我们根本就避免不了分道而行的命运。陈是吧？咱们一起唱歌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跟谁唱？我啊。我是你男朋友。开学这么久，你也没怎么出现过。高中跟大学不一样，每天圈在一个屋子里。所以大学又不是高中，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男朋友。我就是想每天跟你多待一会儿。知道，可咱们都忙吗？咱俩课表不一样。是啊，课表都不一样，怎么办？哎，别去了。今天弹吉他给你听，好不好？那你得上课。别去了，我想好好陪你一天。那等我生日吧。好啊。哎，陈寻。陈小棠。怎么没去上课？你怎么没去上课？我逃课了。走。这个女孩叫沈小棠，她和方茴不一样。方茴就像是我的陆地，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，只要看到她，我就能找到回去的方向。而沈小棠，却是一只能和我一起高飞的鸟。不是你又干嘛？碰巧你又泡妞了吧？蹭吃蹭喝，炸你了！没事，直接看到那个。昨儿我去西单找一哥们儿，搭上一蜜，这一看。
坐而一煮。我一想完了，这又是一场苦战啊。这进入正题之前啊，折腾我大半宿。大人把我给累了，你找个半山腰了。吹牛的吧你？谁吹牛啊？对，这晚会谁去？找女朋友。哎，哪儿？一个人就。哎，就用不到。为你好，你不是跟我了，你们这傻逼呢？不是，我跟我女朋友还没有那个。他说啥时间啊？这都三年了吧，这都得。三年都三年。我跟我女朋友，我是建立在那个基础上。没错没错没错。谢了。咱们今天晚上就多待一会儿。过两天了。那宾馆特开，今天包你满意。哎，你小声点啊。没事。泡泡糖，好吃吗？啊，草莓味的。下周等我生日，咱们好好待在一起一整天，好吧？嗯，好。明天会计学原理你们也上是吧？嗯，课本给你，你帮我占个位子。好好。哎呀，谁呀？那么吵，打电话。喂，陆总，没事吧？你快看外面，这里，这里，我在这儿。你干嘛呢？冷不冷啊？你看那儿，天空好漂亮。我想去看升旗。你出轨了？屁！你喜欢上堂什么？他比放回胸大，对吧？你有那么饥渴吗？打住！打住！你听我说完行吗？根本不是你想那样。那时候我跟沈小棠，沈小棠跟我。反正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硬要说出什么来，就是那种。因为命运。谢谢，命运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就莫名其妙的发生了。哟，原来命运也分 A 面 B 面啊。魏娟到。何泽瑞到。彭瑞芳到。陈寻。陈寻，陈寻到。吴小雨到。王丽娜到。方回，拎这么多东西，你男朋友呢？你刚才课表不一样。快来快来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饿死了。对不起，今天就我一个人。陈寻呢？他忙，跟他课表不一样。不用了。陪你吃饭。他上课呢，我跟他课表不一样。你确定吗？继续。谢谢。这个都给你。拜拜拜拜。干嘛干嘛？Thank you.
什么情况啊？审犯人啊？招你们惹你们了？还有你拍什么啊？你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方回他一定在等你。我也一直在等他，我一直在等他生日那一天。哎，对了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谁啊你？为什么一直打听过去那些事情？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啊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生日那一天，我准备唱歌给他听。那天是2001年的12月29号，对吗？那天我记得，记得很清楚。那是我走后他的第一个生日，那天我上了 QQ， 跟他聊了很久。我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的话，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。只有最后一句话才是我最想说的。生日快乐，你还好吗？祝好盼夫。他就只回了我这一个字，就这一个字，我就足以知道。2001年的生日，他过得不好，没有比这更不好的了。那天是方回生日啊，你们怎么过的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胖子，马前啊，帮我点个道啊。大哥，今儿星期六不上课。怎么了？在哪摔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一起过生日吗？我最近忙着新年晚会的事，忙得都忘了。你脚受伤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啊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你别生气了，方回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最近真的特别忙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方回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。对不起这三个字，你一辈子都不要说。陈寻，如果有一天你喜欢上别人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绝对不会缠着你的。但你一定要跟我说。那天的我就像个流浪汉，我找不到我的陆地了，却遇见了另一只鸟。Thank you.
敢唱歌了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听歌听歌。谢谢啊，匆匆那年嘛，谢谢啊，吃好喝啊。这首歌是你写给他的吧？一会儿喝啊，一会儿喝。嘿，好久不见。没有。来来来，走走走。你后悔吗？有什么好后悔？不料好过也不好过，最后分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，结果就是这样了，已经不能改变了。谁人生没有点遗憾呢？我问的是你后不后悔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来欢迎我的好朋友陈寻，给大家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。你是喜欢沈小棠吗？我知道。陈寻，你记住啊，刚刚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最后几秒钟，从现在起我不是你女朋友，分手吧。发誓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方回。
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我们要藕断丝连。七七是吧？不是还没拍完呢吗？怎么走了？我拍的已经够了。我看你一直在追问过去的事情，刚回的那些事情，当故事听呗，听个乐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谁让你来的？你打听这些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我就想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结果呢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们这样活该。OK, this one was good. Wait, 媳妇儿，那个钱包先放你这儿，一会儿别丢了啊。那个什么，来俩老外。谁让你媳妇儿？嗯，是我媳妇儿。你先默默。咱们从这儿来，女生啊，这女的谁呀？陈璇在吗？我把书还给他。找陈璇，你上学校旁边那小区，哎，你找找他去。我听说他在那儿租了个房。哎，要不你把书留我这儿也行啊。耶！哎呦，哎呦，队长，好久不见！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这是我媳妇儿啊，郑雪。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东西？不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你要什么？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随便挑，随便挑。买个皮带。送，拿去，拿去。不行，怎么能送？不行，拿去，送。还什么？拜拜。哎。那个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悄然回来了，他正好赶上了世界杯上中国对巴西的那场比赛，挺巧的。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特像中国队，在最后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惨败到来之前，我们都乐观无比，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命运。事后面对残局，却只能说一句，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。韩姐的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坐，来吧，到齐了啊！哎，说好了啊，今天我请客，谁也别跟我抢。你大老远回来，你别闹啊！媳妇儿，把那个钱包给我。媳妇儿，你叫谁呢？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你就这么叫我？你说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真逗你！你是我男朋友吗？咱们俩好上了吗？你就这么叫我？
咱不是好了有段时间了。行了，开个玩笑嘛，干嘛呀？谁跟你开这种玩笑了？行，不说了，那个老板，来点菜，来吧，点菜。来喝什么酒啊？都行。哎，你爱吃猪腰子，给你来一猪腰子。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，行吗？青岛还是燕郊？如果之前我有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就全当咱俩是男女朋友。但是我今天要跟你分手。老板，点菜了。赵烨，点菜呀，快点儿。从今以后，咱俩没有任何关系。快点，点菜，说他妈多少遍点菜？这个耳朵还是很有经验，采取。行了，不闹了。我不是你男朋友。咱们就是。朋友之间分什么手？咱们大家还都是好朋友，拿什么分手啊？谁跟谁分手？是吧？我们分手了，我跟陈寻分手了。还在吗？老板，两箱啤酒全开。喝什么呀？哪次不是三杯就倒？全开。自己开去。你什么时候和他在一起的？你什么时候和他接吻的？你们什么时候上床的？哎，差不多，我先走了。陈轩，你听方辉把话说完好吗？你坐下。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都告诉我。今天本来不想过来的，我好想你。我想和你说说话。你不是说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吗？你不要我了。跟你一辈子，方回，你听我说，你说过，一辈子不让我说那三个字。
他们没有一辈子了。我今天必须跟你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。我不。你凭什么？别打！还我干嘛？别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还捂着他？我说我请你就让送医过来。行了，就看到他跟一个女人了吗？怎么行了，哲哲，行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什么？干他妈什么？谁干的？赔钱！不就是他妈钱吗？哎，就是有的就是钱，给你拿去。不够，这些够了吗？够了吗？还有钱吗？不给钱带你们到派出所，信不信？钱给不够，谁也别走。好的，这次机会。方回，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打我，但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努力过。高考那一年，我为了跟你上同一所大学，我物理最后一道十三分大题空着没错，到底是怎么了？
实话跟你们说，这最累人的就是处女。谁呀？有本事你倒说出来。市场营销的，跟咱爷的方回。想不想听细节？想听细节。糟蹋自己吗？谁都可以，这妄想不行。你可以问沈小凡上床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两个人做爱是彼此相爱啊。况且爱你吗？你爱他吗？我问你，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爱你。但你可以跟我做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成现在这样了。小莫，给你拿着。这什么呀？刚才我媳妇的捧花，我给抢着了。你抢的干嘛？不是你结婚啊？我是给你抢的，算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吧。那年分开的太仓促了，我欠你一句话。祝你幸福，谢谢啊。张越，张越，怎么着？那个我先撤了，回去加班。苏凯，加油！哎，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真的得我有事儿。亏我以前还叫你一句队长。哎哎哎哎，你当年要知道他现在这样，你绝对犯不着。我跟你说，高了，你喝高了。你们俩，你们俩赶紧喝什么呀？待着待着，行了，行了，走，走啊。干嘛呀？干嘛？老婆？谁老婆？我老婆。你妈？张行长。小苏。给我打！我去！我去！哎哎哎呀！我去！我去！
你怎么了？我想从这里开始重新来过，和之前不一样的重新来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后悔了。大叔，你想什么呢？怀孕了？哪个系的呀？直接打电话让系里人过来领人啊。喂，徐主任，你们系有个学生叫方回是吧？她怀孕了。行啊你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是男朋友的吧？是咱们学校的吗？你说话呀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系的？他是谁啊？你总得把实情告诉我们，要不然怎么帮你啊？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事情就能解决啊！你说啊，他是谁啊？你要不说被他们查出来更麻烦。谁的？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的。这孩子是我的。那天我们等了很久，在我出去买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进去了。那是我五年初恋的终结，也是我十年烟龄的开始，而方回则成了我一生戒不掉的心痛。麻药是用吸入式还是注射呀？不用麻药。我告诉你啊，疼。如果这孩子是你的，多好。
除了孩子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情，可是我却失去了他。我和方回就这样走散在了《匆匆那年》里。年轻时，我们总在开始时毫无所谓，在结束时痛彻心扉。而长大后，成熟的我们可能避免了幼稚的伤害，却也错过了最初的勇气。陈轩，你还记得字儿刻在哪棵树上了吗？陈轩，我不记得了。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两年前，我去了法国，去找过他。他在那儿读书。他还好吗？我在车上没有跟他说话，我就走了。你见了他，也不跟我说，还偷偷摸摸的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能像我一样不去打扰他吗？哎，他现在什么样子啊？他没变。这个是婚礼的 VCR， 一定要看到最后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方回说吗？这算什么？花絮啊？不是花絮，你就说吧，万一他能看见呢？嗯，方回，你好吗？好久不见。方回，好久不见。方回，婚礼即将开始，新娘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，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，见证这一段美好的爱情开花结果，大家也分享着他们的这一幸福时刻。哎呦，你漂亮，你老了。Bonjour， 我现在站在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上，桥下就是塞纳河。这座桥连接着大皇宫、小皇宫，这些都是有名的建筑。
那边呢就是埃菲尔铁塔，如果你能爬到塔尖，就可以通过望远镜俯瞰整座城市，看清楚城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找到你想找的人。这里就是巴黎，众人口中的浪漫之都。姐，姐，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拥抱着冬再呈现，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，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匆匆那年，见过太少世面，只爱看同一张脸，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照片